写什么？好紧张啊！这么多次，好可怕啊！今天要去内力国中挖我们十年前埋的宝藏。内力国中是在内力算是大的学校，对啊。他经历我爸爸，我爸爸，我姐姐到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我外公是内力国中第一届，到下一代哎、欸。就是我们当初我们埋我们的时光胶囊的地方，待会有一样活动就在这边举行。我记得我好像写我想要当模特了吧？嗯，这样有像模特了吗？拍摄有被晒哦。有像吗？没有没有。没有像吗？天哪！哎呦，巧遇国中同学了，不想遇到就遇到了，很尴尬。尴尬怎么办啊？尴尬。哎、欸，这不是走三个？他们其他还没办法那么早，他们有些人可能10:20才起，他们可能起不来，我才很累耶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想说，靠，我平常上班都没那么早。想当年啊，想当年，我都记得这些微。十年了，各位，还在想当年啊，他们。哦天哪，超就是福利社味。对，这就是福利社的味道。其实没有什么变哎，肉包好像也是15块，没错，还是一样。然后我都吃竹笋包。好，福利社。十年前的饮料。是吗？都是同一个吗？没有，以前10块，现在变15块，都来，以前10块而已。天哪，真的是这边味道一模一样，可怕了。对，味道还是一样。对，就是绿色的味道，都是十年前的。可是十年前好像没有这个，没有优格，以前没有那个，也没有这个，也没有优格吧？现在吃太高级了吧？哇，好怀念哦！真的好怀念这里，我看到那个豆奶，我真的眼泪要掉下来了。你买一瓶来喝。就是以前的管乐社，他们管乐队中午的时候会来这边吹喇叭。对，吹管乐啦。哎，你也是管乐社不是吗？不是啊，你是。我你是我没有参加，我们以为进来，对对，然后我没有参加。可是我记得你会打那个小鼓啊。以前是啊，我们原本是就是因为是要参加管乐，所以才在33班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但是后来我们都没有参加。你们这些欺骗的人。哇，好嗨哦！9-13证件。好。出发来去领。他就在隔壁啊。这个吗？这里。三班的，哎，对，这两个。天哪！啊，他以前叫做 hip hop 白香河马 hip hop 河马，对 hip hop。来看一下到底写什么，好紧张哦。对啊，我现在心跳是很快的，要不要摸？不要。来试试看可不可以？好紧张哦。那个纸有点潮湿了，受潮有点黏。我们用各种招式，各种方式，越来越惨。快成功了，原来甩就可以了。有了有了，有没有越来越出来的感觉？有了有了，来了来了，这么多次，好可怕哦！看一下，我先看我自己看，我先看，我写到背面，你超认真的。有没有写什么？你之前暗恋谁？对，我就是怕有没。来喽，我们一题一题来。好，居然忘记有是题目的，现在揭晓第一题。我是谁？我是9-13班。然后我最感谢的，我最感谢的人是谁？感恩的人是谁？就是在我身旁的每一位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。现在还是吗？还是？十年前是，现在是吗？给我哭啊！没办法。第三题。我觉得现在我的学校环境气氛市场管理比大人说的所说的还糟，下雨天还要升旗，也太屁了哇！那时候只 care 下雨天还要升旗。我希望我十年后的自己是有钱人。好，看来还没有达成，看来我还没达成，继续努力。我想对十年后自己的说，你和十年前的一样帅啊。No, no. 有啊，这里啦。No. 你和十年前一样帅。这边也 No. 他已经回答你了。太荒谬了吧！今天我们是什么？我傻眼。各位同学。是来过来的吗？我们都是啊。
好荒谬哦！春节不你们是什么贵宾来着？春节不能不可以说。多粗？很粗吗？哦，十年后变粗了。有哎、欸。里面我的柜子啊，我私人物品都是。哇，也太黑了吧。黑的，全黑。没错，前阵子学校的学务处的那个学务处整个失火烧光，烧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就突然觉得有点感动，因为我们当初的普通同学，其实我们已经分得很散很散，联络就是那几一两三个而已。如果今天因为这个活动，日光宝盒的活动，让我们又聚在一起，就真的很感动。谢谢内力国中，谢谢。